这边红色就开始了。通常按下去就开始了。你知道，等一下。好，开始了。嗨嗨，嗨嗨嗨，大家好。那你要先介绍。然后大家觉得声音还 OK 吗？我都听不到音乐。因为在这里面啊，不能够把它拿掉、啊。你会先自我介绍的，就是不要插耳机的话，音乐就出来了。没有看到吗？没有喇叭，对，没有喇叭。哦，你没有喇叭、哦。对，所以对，那我这边设备比较糟一点了。没有，请都包含了、啊，你这边好窄耶、欸，开玩笑，你这边好窄。我的个，这地不错哦。然后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最右边的。嗨，小许，我是小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哦，我就是阿红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就是水队临时通关。嗯，就是画面，大家画面上看到挑战一下。嗯，哎、欸，大家有看到画面吗？还 OK， 好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来了嘛。好啊，来。然后我们就把握时间。那我们梦魇集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嘛。嗯。剩下两个小时不到。那如果说你也是一样没有解水成就的朋友，或者是想要拼零食的，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、嗯，拼个水队零食。好，时间还够的话，我们再试更多不一样的队伍嘛。对，应该是不够啊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不够，因为水队我跟你讲，跟各位真的算过了，他那个中间有好几个地方吃云剑吃很重，所以就要交给、啊、你先转好了，我先转，要、啊、不然我们轮流转。然后百姓就是负责分析，对、哦，看打不打得过。好、嗯，基本上我在分析，可能都是两组新珠八 combo 才会过的那一种。要不要开转珠声音啊？哎、哦欸，可以，你开、嗯、开转珠声音就应该就可以了。我帮你听有没有好了。好、啊，有。我们观众有人已经哦，克两十位的魔技，那个就对了。因为你等一下你会看到，你就看那个目前石头量了，你要看光四的时候那个体力是四到多少？好、啊，就进了吧。嗯。培根骑士团，哪种叫培根骑士团？一人转一回合、哦，还是不是你那个吗？一人跟吗？是，一人转一关，好不好？有问题的我再帮忙算。我帮你把，哎呦，新珠被消掉、欸。你要流星，流星流水没什么差，流星流水就对了。一人一回合吗？好。哦，你的好滑哦。有吗？我觉得你那个手写板更滑。我刚刚玩了一下阿红那个手写板，超级不习惯，超不习惯。超滑的啊，不是我这样比较舒服，对。现在有两位达人来为各位示范，对。啊，如果连他们打起来都很困难，那各位可以稍微思考一下，这个关卡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需要的。应该回得回吗？可以啦。一组六 combo， 一组六 combo 差不多。回复力很高哎、欸，因为有那个呼噜噜。那么第一关要洗到哪一个跳起来、啊？洗到全跳，全跳吗？好，文仲，你要洗掉要跳起来，文仲先开。好，哎、欸，嗯，对，文仲先开的时候，你再磨八回合。我要保持到第二关、第三关。这一关有啊，不，这一对因为我没玩过，欸、有哪个水？哪个间距？哦，水间距星吗？对，你六 combo 就可以了。六 combo 是好了。对，六 combo。对啊，我都可以，你一定可以啊。水间距星而已嘛，对啊，给他们一点压力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乌二十五倍，啊，就水间距，然后倍率二。我来看看聊天室有没有熟悉的面孔。高跟鞋是什么？就是任何有关跟的，就是对，就是啊。昨天我在办一个活动，就是粉丝、欸，开粉丝文总、欸、文总。欸粉丝的名字大票选，嗯、然后有些人就有些帮你取一些很怪的名字啊，对啊，培根骑士团之类的，然后看到有根就知道了，对、嗯、他们就是陪我一起更新，所以就是培根。哎，我看到我的徐宝了，徐宝，哎，对啊，他们一直说什么宝的，超智障了，徐宝们大家好，徐宝们。嗯，他们等一下又要洗衣服、欸。那个不要叫我转啊，你叫我转就是要临时很难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再给百姓转就好了。我们这边小光就我们来，最后一根的。欸、我转很容易老马哎、欸，超伟那个人。最后的时候就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我撞下几回了？要洗要多少？
要洗到文中再挑是不是，剩下倒数二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一下文中洗底啊，点等一下点它。嗨嗨嗨！小许今天很帅，哎、欸，感谢斗内，感谢斗内，三根天王，哦，三天王啊，不是三根天王。哎、欸，大家很想看死掉的角转，就摆明就是要弄死啊！不可以这样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零死哎、欸，先零死哎、欸。要洗到多少？我看一下，他现在七级了，二，然后哥你再走，可以了，就开那个铺路。哎、欸，这个台面哥也铺路吗？我觉得普普路一直就不没差，你就先开那个水岩系，再开普普路。不用开水岩吧？因为后面才会出回来啊，不然你就开普普路就好了。因为我住的蛮多的、欸。哎呦，这么有自信吗？哎、欸，这样干嘛？水屋不用啦、啊，要真的不用。好，我们让小雪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你没过绕不用。我没过，顶多我们再洗回来，再洗回来一次啊。因为我的 combo 还是看我 combo 没那么高啊。小雪手转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？然后现在关水。哎呦天哪！停在开始。哦，三千多啊！这个不用开水壶也可以吧？对，三千多万开就好了，水壶不要关掉。恐怖啊！这边然后呢？然后开那个水这只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、啊，阿红他家真的是豪宅。干，我看他平常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你的频道是不能骂脏话。你可以啊，因为你的形象蛮符合的。就是一副就是会骂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他这个真的很夸张哎！我平常看他这个背景，感觉应该是蛮简陋的。结果啊，干一进来吓到哎、欸！没有啦，这个楼下根本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过地堡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地堡？差不多是这样。没看过、欸，我也没看过、欸，没看过、欸。就是看那个感觉啊，感觉就是有那种地堡的感觉。我们中不要再吹嘘了。然后其实可以开演习啊，如果你不开，看你的手转够不够强。够啦，许哥有什么办不到的？你看那伤害还蛮不错。到底谁看？你刚才那局域到底怎么回事？谁看过？这边我估计至少有120平吧。看一下好了，这边应该有120平吧？你说我家吗？对啊，没有20平啊，120平，20啦，20啊，含公共设施，开水好了，不然怕刷掉。左边那只，听说你这边月租金好像20几万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再乱讲了。有人说你进过地堡，所以你知道。对吗？我也不知道地堡是怎样、欸，只有进过地堡的人才知道地堡。地堡到底是对啊，那没进过、欸。不过那个，我说真的啦，我不能说我不喇叭各位啊，他家大概比我家大概大两倍以上，这是真的吧？你说你房间吗？不是，整个家应该有两倍以上哦、喔。你光这边就1.5就很大啦，谦虚没有啦，至少两倍，至少两倍。这边要干嘛？打后面用正一点，弄过去啊。弄什么？弄什么？就你我还怕你新租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下一关才是考验技术，这关不是问题。下一关怕你要叠住啦。哦，但这边这样就很容易通关了耶。对啊，这边很容易，所以下一关很危险啊。不是，我这边要洗技能吗？就是保留一下吗？你有办法洗是最好洗啊。要洗到哪一个？我已经洗到全掉，不过通常很难，因为水柱一直掉。我这个过了、啊，所以难度再下一关啊。最难、就是、啊，最难就是给你嘛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叠珠啊？叠什么？水珠啊？这个怎么叠？可以啊，死定了！我跟你讲，绝对有机会叠。我看到路线了，有两个玩法，你一个就保持不死。什么路线？就是你电击不消。我跟你讲，叠珠都可以，三个木珠摆这，然后你光珠三个摆这，叠珠下来把这两个下掉。刚好保证他听不懂。他听得懂啊，他小许啊，他会有他的路线，真的。好、啊，那不用听我的。木珠是不是？木珠叠是最快的。其实我你转过去，我跟你讲、啊、你这回有个关键，因为他你现在是满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听我讲、喔、你听我講。啊，你先讲。啊，右边那一颗光水珠怎么办？就不理他了，你至少要把版面先补血就对了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先消。我就是讲说，你现在这回合不打他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做叠珠。对，没有，他 CDE 啊，啊，不是、啊、他现在满血，他可以先做叠珠啊。懂我意思吗？你现在哦，對對對，了解了解，因为满血，等下可以给他锤啊。有啦，他做到了，他跟我讲的一样啊。在这边每回合都是这么，哎、欸，都是这么换阿红咯，换阿红咯。可是你这个感觉比较好叠，因为那两颗水珠刚好已经叠好了。对，是的，对。而且这边这个这边再加一颗水珠上来，也是三颗。嗯，对，嗯。最高境界就是这一关要用手转磨过去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是预料中的事。就是，哎、欸，因为你如果步步开掉，后面 CD 回不来。
我是次次都把吸金弄回来了，但是是哦，我们这边要挑战零死不能，所以你一定就是考验你手爪。哇，算了，就这样好了。没有伤害也没关系，你知道？你知道保持不死才是关键。有没有看各位这难度有没有？换你了。有人说我靠嘴嘛？今天我就来打嘴炮的、啊，先打嘴炮的。这打不过没关系，但是有点紧张你要活下来。打不过没关系，你要活下来。你听我讲。好，听你讲，你先讲。你听我讲。来，对，许哥，请说。许哥，我们现在讲，他会影响到，他会影响到他转职。不是，他刚才说请，不要三颗水柱。左边，来不及，左边转错了，对，我来不及了。其实我们这队打到这边是不是蛮快的？重来吧。这队是打到这边，你们你先第一回合，这样是没问题。但是这一关你要手转过的话，后面那个这边有机会手转过啦。我用别队还蛮长过去嘛，有。因为哥报告算刚好，但是手转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手转实力不够，叠住这个地方几乎。很难啊，我觉得九成以上人都过不了，真的。但是你有没有线的啊？因为他这样子转好难转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有没有线，怎么会没有线？我有线啊，有线啊，有没有插头、啊？有插头啊。好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那个，那拿一下嘛。我有线啊，很有线。我拿我，那我去拿。拿一下线好了，因为这样真的很难。你那个线也是跟他一样的嘛？是 iPhone 吧？接一下。我拿我的还是真有，我也有啊，只是我那个还是要插头。那我拿我的。好。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啦，不开，不过其实没插，因为后面还是有磨起来的。可是线好像不够长。你插头在哪？那怎么办？因为我手机快没电。那你只能这样啊。不然你要不要用电绘板转？我不要。因为板超难转的，可是白线的线更长，不是这种长。我线也是跟你一样，就那样啊。行动电源有吗？行动电源，我是哎没有用，我有个行动电源。哦，好，哇，这种够手换过去。嘿，超模的。刚才那关是我觉得最难的吧。我刚刚大概转了二十回合，再来二十换你。有没有开机？有这么多？我干嘛在室内戴帽子？因为我头发没整理，很塌，好不好？还是帅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罗志宏。哪一杯是我白杯？我你想说，杯是我的哦。我袂啉了诶。是，看，我跟哥报，今天有跟小姐间接接吻。你喝完了、哦？不是我的没喝完，是你喝完的。我还没喝完吧？是假的。对啊。等等，我记得这个是我的。文仲平，真的吗？我没喝完啦。真假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那杯就你的。我们要计算了，你喝。各位那个量有没有？如果要小许的 kiss 有没有？基本上今天我已经把他的那个夺走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洗回来吗？对。你这个留言也刷太快了吧？这搞得好像地狱级一样。我有开那个这留言也刷太快了。我开限时30秒。这人多啊，现在是人多的关系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有多少人、看得到吗？对啊，现在已经4181了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家记得讯息不要发的太那个频繁哦。有没有纸哦？今天不会有纸了啦。今天有什么？有观众，我们要不要裸纸啊？哦，我怎么可能？这看，我动嘴炮，又两个神转猪。我不是神转猪，妥妥的、啊。我是粪转。你这句话是，你是粪转，我就是。你在形容啊，我们一起粪，好吧？对，我也是粪转，刚好粪中可以了没？可以过去了没？我是觉得是 CD 2的时候就可以出手。好，差两回合，对，因为刚刚好。那等一下爆发给你转，然后我们之后就一轮轮流嘛。还有差最后一回合，转完之后就给你转。
其实这队在前面好稳，很稳，超稳的，就是对啊。关键是后面那一关啊，那个叠珠那个就是对你们两个干。哎、欸那個，我问一下观众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他这边视讯比我家的好啊？嗯、这个灯光，哎、欸，小许又更帅，对不对？比我那边的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在这里好像比较好看。爸爸带走，我打光哦。哎、欸，感谢斗内。小许要用亚伯罕吗？哎、欸，周、欸、虐周子成那个没有吧？亚伯罕我觉得很虐。我懂。哎、欸，要开爆发了。不要，我开普鲁啊。那还要再开吗？我会开啊。其实技能都还会再洗回来，所以没差。那你再开水，你要不要保险一下？哦，不开了是不是？好，这样。那有把握。哎，怎么会是小许？其实这一关有把握，我是不开水的。基本上我觉得是好。感谢斗内，大家按个喜欢。暗红青下，白净装骚，是吗？我刚刚看错，没有。那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他不会保留在上面呢、啊？那个超级六应该会丢在上面、啊。没有，我这个聊天室，聊天室不会是？好像不会吧？他们看到的界面是会了。那这边、嗯、我回去再把我的视讯用成这样子。这个吗？对，我今天是军师，我呀，对，哎、欸，啊，对对对。好，然后就这样直接转吗？就他水源都没开，你就开始水源了，还是这个要关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要关一关，再开水源。哎、欸，各位这边来这边不能再老马了、啊，这打的是吗？轻松啊，一伤我跟你讲。刚刚我们就这样开的啊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吸回来的、哦、没差。你刚刚那个伤害异到不行，吸到还会这样，好太好了。对，我今天只是动嘴炮，异到不行啊。对，那那转珠交给军师达人两位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。组合很无敌耶、欸，就是百姓平常就是很厉害的战术，然后这两个神转珠有没有？对，哇！我告诉你，还有什么不能过的关卡？你别台看不到啦，真的你看不到这种超强组合了。所以今天挑战零食，这是有意义。感谢斗内，哎，这边是不是要开？可以开文仲嘛？文仲要开，然后妍希要开。好，就这样。刚没看到文仲没开，没有关系啊，猜一个可能，嗯，还好，过了。轻松啊，轻松！前面啊，最难的要来了，还没还没，全部最难的就是倒满的第二阶段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倒满那边最机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恢复剩50%，所以关键这两个关过，其他应该就没问题。恢复剩50%，小许来讲应该没有问题、啊。对，小许应该没有问题。对，对，必然真的啊，神转出。你这回合，对，我是站着，因为这样。比较那个，因为要打人，这盒怎么了？站着不太适合。我们站着比较适合。你不要打太快，因为我不想打下一关。没有第一回合，对，你可以你那下一关很，第一回合你可以转少一点。哎、欸，下一关是一个很烧脑的、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跟你讲，下一关超级烧脑的，你要把水珠转真的，把水珠转干净，水珠转干净最多剩一组这样。因为水珠你不转干净的话，一整坨水你连切都没办法切，真的，你可能你转光那也是跟你一大堆，对，就是你一定会很啊过了，花还红了耶、yeah 欸，可以，这可以叠，水壶不能开对不对？这可以叠啦，没错，水壶要开的话，就是你要送走它才能开。谢谢赞助，还是要那个根本没有充到电，因为那个格式不符，很容易跑掉。有路径吗？啊，我说我吗？对啊。你這啊，我说路径呢、啊，我问路径。这一关有一个好处，第一回合你可以先做好叠珠，你可以先做叠珠不做伤害，因为下一回合你可以爆你不死。那不，你慢慢想、啊，我带观众参观一下豪宅，好不好？不，那个线只能这样啊，他整到那。不会啦，他可以，他那个应该伸缩的吧？你接你的手机，然后用那个视讯就好了。所以你这回合可以先做叠珠，而且做我帮你做球吗？可以啊，做球。哎、欸，其实第一关可以，你第一回合他还没打你，你可以先移那个做啊。对啊，我帮你做球吧。好啊，但是你要转一康哦，不然你回合没洗到。哦，一定要转一康哦。在这里，小许皮肤好，怎样？我平常在我的台是怎样？皮肤很差，满脸痘痘，是不是？白净用嘴巴转珠吧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，这边最好是用磨的，因为后面回合数不够。这边要磨又要叠，真的很难。对啊，所以最难的是这边，我觉得。先做预叠会让我。对。人情意志，哇帅，不小心吧？对，不小心的，我原本没想要的。哎呀，这个好像也很难叠。你不一定要把电击消完，你只要补到血也可以。你这个版面怎么这样子啊？我也觉得怎么这样子啊！我又干这有难度所以我最难就是这一关了、啊。
哎、欸，鹏哥，你这样子不对啊！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对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唯一一个方法，嗯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动那电锯柱，直接右下角斜切，然后平天这样。什么右下角斜切？你直接这颗棋手右下角斜切，平天这样。哦，至少三 combo。啊，其他的我觉得太难了。没有啊，哦，对啊，斜切那只有一个哎、欸。斜切就是三 combo， 然后剩下全部平天降，我觉得是目前最。你有办法三颗三颗，然后这边两排吗？好像有点难的、欸，有点难度哎、欸。各位最难的，我觉得是这一关啊。这一关如果你哇，哪个智障工程师想出来这个垃圾技能？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边其实有机会、欸，我看到一个路径。嗯，你这边右下角。水珠起手、嗯，然后你这边暗珠转到，然后你火珠转到，光珠转到，然后最后就是把木珠带上去斜切。你在攻三角，就是跟我讲差不多，他把这边全部清掉了。对对对，跟他讲一样。什么什么？把右下角这边全部。最简单来讲就是，我反过来讲好了，你三个暗珠摆这，三个火珠摆这，三个光珠摆这，然后三个木珠摆这。啊？四个木珠吧？哎、欸，三个三颗。对，三颗木珠摆这。因为现在是要救了，不是打。对，三颗木珠摆这，哎、欸，看一下，没有、哦啊、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嗯，你听我讲。那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啊，那三颗摆那，对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直接用点哦。你要不要直接转下去、啊？你按珠过来，然后三个火珠摆这嘛，这很容易转嘛。哪个？火珠，你把它转下来，就是这三颗是火珠啊。啊，这三颗是光珠啊，因为你这边转过去的话，你的光珠就过来了嘛。然后最后这个木珠，因为你这边转上去，所以木珠就会在这上面，完之后再斜转上去，所以这三颗是白木。白木，白木，哎、欸，是那三颗会吗？哎、欸，我，哦，我转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如果想有想法的话，你转、啊。应该是这边，因为我是觉得这边三颗三颗，然后三颗木吧，对不对？试试看啊，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、oh, ，可是还是有一颗没消到啊！我们十技能呢？活下来、欸。我一直在想说要把它消掉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关打不到它就是要活下来啊，打得到它就顺便打。这一关应该是我看最难的啦，最难最难的，难到爆炸了！哎、欸，电击就算了，还手消近消水，你知道虐死谁啊？说实在话，哎、欸，小雨这个漂亮。哦，哎、欸，换你了，换你了。机车、欸、白痴，我本来就很白了，好不好？谁跟你非洲混血？白目之心，我本来就很白了，每天都宅在家里面跟你们开实况，是要黑到哪里去？五千人就这样，他不敢想象六千，还有六千人。等等，圣九按圣九值的是五只怪鸟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，那只蛮好用的、啊。我看到路径了呀，好，你有记录。你挑你自己喜欢的。这本来就是益智游戏啊，这本来就是益智游戏啊。哎，放下去。哦。死掉。哇！回不来。这关是最高难度的，我先跟各位讲，这关过应该就过一半了。重打吗？重打。临时啊。这边这边这边很麻烦啊。这边才是最难的、啊。如果我们不在那边洗技能，我觉得有机会。对啊，对啊。如果这关爆过去，基本上后面是，可是你爆了、可以爆吗？啊，爆了体力不够打撒旦啊，因为那是瀑布路体力9嘛。你现在这关你看，还是我们前面不开瀑布路，我们前面开瀑布路是这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然后不开灌不过去，试试看啊。你要硬灌是不是？不行，开追打，不行，追打要在这一关用，不行。可以啊，你那假设我们这边开应该有更好打的组合吧？不是应该有开季顺序，不是第一关如果我们应该有更好打的组合吧？你菲尔卡、啊，我看有人带机士菲尔卡孙权，这边打都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在这一关对不对？其实你刚刚普普路都已经洗出来了，问题是你这一关普普路开的话，这一关这两关第一阶段没有要开普普路啊？不，第二阶段啊，我想第二阶段不开任何东西，直接打过去，然后不洗技能，可以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好。因为不是重点，不是奇迹人，重点是你要打的难度。重点是你那一关要打过去会有难度。好，那我们就，不然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是两组水珠四 combo 就可以带走他了。那说，我、哦、说第二阶段吗？对，但是你瀑布开掉后面的话、哦、就打不过去了，因为后面就没有瀑布的爆发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好了，我们就直接转就好了。
没有在吵架，我们在讨论嘛，理性的讨论好不好？别、欸、再看不到时光组吵架哎、欸，没有在吵架啦。讲讲着，明天又有心结。那我先打一打好了。好，标准解说员。所以今天我就负责解说，没有，没有。小许现在做了一个这个手转五 combo， 天降六 combo， 对，完全是没有新珠啦，没有屁用的一句话，没有。好，机师的打法他是伤害有没有像波波姆？虽然说 CD 差 CD 那个什么机师第二季好像是 CD 死吧，这一对稳定度其实我们刚那一关过的话，刚那关就 过一半，但因为我觉得我们最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要临时，对，那你不临时的话，那边就是你吃最多石头 的地方而已，就是那要是回体啊，对对对，那其实后面我们还没打过去啊，但是。嗯我覺得後面听百姓讲应该是还好是是，我都可以过啦。哦，对，所以最难就是那边吗？对，我觉得所有关卡最难是那个地方。小雪要不要介绍你的衣服？他们对我衣服有兴趣是吗？哦，转出实力强负责转，百姓负责嘴炮。没有，还是百姓是军师啊，对吧？军师打嘴炮。回复点高，对啊，真的回复点高，所以稳定度很好、啊。你要看他，你们看他们在前几关完全不会死，完完全全没有那个什么断什么心断什么水。这边应该稳送嘛？对。今天为什么合体？因为最后一天呐、啊。对啊。然后我们要 special 哎、欸。嗯。拼一下零食吗？哎、欸，别台看不到哎、欸。哦，别台看不到哎、欸。感觉懂呢。好难得，还是给百姓念这一段、嗯。好难得看到三大转出男神同时出现，有看到有赚到，赶快订阅过，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、哦，右下角按个订阅，旁边有铃铛按个订阅。平民百姓、啊、然后小许，对，要记得搜寻一下就可以订阅得到了。阿红一定感谢懂内各位，是不是都有铃铛哦？铃铛记得要按，对，铃铛要按，这样我们开台有没有全部就收到了？有没有觉得这一队在前面简直是吊打了？太轻松了，对啊，不敢。你用那个什么，那个三藏环针，三藏还有机会会翻船，但是这个就太稳了。素环针真的太难了，对啊，素环针那个真是，我敢想，要不是为了成就啊，对不对？谁理你、啊？三强合体，走下按订阅。咦，要过去了吗？充十万，对啊对啊，充十万，充十万。计算机，对我就是只是会算而已，对，转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文仲剩二的话就可以过，就可以弄过去了。三个就按二次，来点爆发。各位可以看到、哦，你看、哦，像小许这样转，他只开两技，没有开炎击、嗯，没有开炎击哦，就过了嘛。对对 对，这就是转珠。该你转几组？水珠两组我两组而已吧。对啊，这边就关水屋，对，然后开文仲，然后再开对眼睛。不是文仲，还是孙权。啊，孙权对孙权。对。都可以看到那种转珠很舒服的，那个 combo 这样看起来很爽。就算你转不够高，你看那个天降，吓死了我跟你讲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天降真的太扯。所以刚刚那个什么文道满地关根本你会觉得反而害怕水柱太多，你有发现？对啊，我们要洗技能。这边开怀。对对对，再开怀，好就可以转了。应该直接过吧？有机会直接过。哎、欸，对，但是建议不要吧。要是要洗技能，可以撑一回合啦，打两波就可以了。我通常我会弄两波，因为我要多赚那一回合，因为下一关一下就带走了。好，这边嘛、欸，直接转嘛。水柱全部消掉的话，应该。没消到，怎么办？烧到也没差，再消。啊干！哎、欸、啊，刚烧太多了啦。嗯，对，第一下被打到了。抱歉。哎、欸，等下第一关我来啦。烧不死就好了。我们如果再哎再打的话，因为我该第一个斜转错第一个吗？嗯，两只差一点点，我觉得还 OK 啊。三张烧太多了。对啊，不知道谁说我是牛魔王啊。啊，你要介绍你衣服，凯瑞阿宾的有球衣啊。有人不知道吗？骑士队的二号，因为我很喜欢他。报告，我不知道。你没有在看 NBA 啊？没有啊。我感觉你看起来像是长得像会看 NBA 的人。没有，就是长得像会看 NBA 的人会有什么特征？就是
就是可能会有留个胡子啊，然后戴个眼镜啊，哎、欸，我好像蛮符合的。然后在想说我身材感觉不错啊，感觉是有在运动的啦、啊，然后讲话满嘴炮的这样子。开玩笑，打嘴炮打这样不容易哎，各位，不容易。三龙起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百姓之奇，小许很帅。二兵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？富邦勇士屁呀！富邦勇士他再怎么选也不会选台湾，好不好？三人小组躺着也会过。感谢斗内啊，感谢啊。他要转队啊！我又不是，我是之前买的啊。这球衣是之前买的啊。七天地这么难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他感觉不错。帮解炎，解什么炎？可能就是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有限时30秒。所以你在发言的时候，哦、超过的话会不是你要再次发言，然后再等30秒。哦，对。所以那可能在说那个吧，那稍等一下就有了。嗯。对啊，我就算了，我就是会算这样啊。然后转出交给这两个人，我靠，开玩笑。你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打法，转出实力不一样，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差异差多少。我觉得他们在打会觉得很轻松。哪里轻松？已经死招几次？没有啦，除了那一关嘛，那一关就讲是最难的啦，那一关。嗯，对啊，那一关过就过一半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机会直接打过去啊？直接打？对呀、啊，可以算一下，就是要天降多少组、哦？其实没差，因为你如果不开普普路，要天降多少组才能？不开普普路、啊，要天降多少组水柱才能灌？馆长嘴老人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这种事情吗？我来算一下、哦。不用吧，我觉得就直接开普普路就好了。因为只是想要知道而已。阿红不想要在后面那一关还要再做磨，他想要没有、啊、这个太难了啦。哦，假设我当你是12颗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来算了。好，以后多一起干来，我也想啊。但是你们知道阿红，我要来阿红这里至少要3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又在造谣。至少要坐3个小时的车哎、欸。坐到之后，坐到这边之后，还要再坐1个小时计程车才到。你又不是住他家，他家那个住离捷运站大概要1个小时的车程。明明就是你坐反方向。欸、真的，我坐错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就算你手转九 combo 四组，只有90几万呢、欸。啊，那我们开，不用直接开，一定要开普普，交给你，爆发，对吧、啊？太难了啦。小许觉得百姓像陈伟明，我是像，只是我比他帅一点，这重要。哦、对，有心结哦。陈伟明在看直播呢、欸，陈伟明在看的。日常聊天太可爱了，七天需要2只嘛？看人吧，这两个好像都想打2只以上，我是打1只就够了。真的，一堆人找我代打、欸，你都不看留言对不对？你都不看私讯的。哎，对，那、啊、这边要关水屋对不对？对，关水屋，然后开哎、欸、那个对孙权，哎、欸，然后再开这个。其实不开实力够也可以，但是我是觉得2只你都会磨，你懂为什么？所以你直接开掉没差。因为不要说这边才死掉，有点浪费。你们看这转珠是蛮舒服的，对吧？哦，好，完美的战士加上完美的转珠，完美的通关啊，各位！今天目标就是完美通关，希望，因为那关真的超难的，有难度了，有难度了。对，但是应该也可以啦。如果我们花，其实要花时间看一下转啊、嗯，我们来拼一个，拼什么？对啊，我们一进场那个倒满不是 CD2 吗？嗯，对，我们拼20颗水珠，为什么这样？直接转啊！但你第二阶段就是 CD2 啊，拼二十，你说开机吗还是怎样？不开机啊，我们就看天降啊，直接转。哦，你就直接进下一关。对，欸、可是你 CD 没有磨起来啊，那普普路跟那个。对啊 ，CD 没磨起来怎么办？那是问题更大。所以你第一阶段你可以轻松转啊。我、哦、还是轻松转就好嘛。对啊，第一阶段你就我不转水珠好了，也可以啊，反正转不转，他那20颗下来，你永远无法阻止他的天降的、啊。对，你没办法阻止他太多了。太多了，你可以控制2组。哎、欸，一 combo 就好，我们洗个技能 combo 数，一 combo 就对啊，你就不要水珠，不要水珠。啊，啊，这样怎么办？只能这样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玩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技巧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说，就是有没有办法左边
流四颗水，右边流四颗水，有中间做攻击，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左边就是要叠珠嘛？对，左边先做。这我懂。如果他有做出来的话，我们下一关就会好打。但是他没有想要做，不是因为那太难了啦。那个你要补血啊，那个只能在一进场的时候做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来不及关过去。对，来不及。其实只要留一，我左右各一组。我知道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就跟那个王冠也可以这样做啊。嗯。你现在就可以先做一叠了。哎、欸，珠子刚刚好不够哎、欸，总共六颗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对、欸，刚好不够哎、欸。我在想怎么可能，至少有机会。左边三颗你先做好嘛，这边清干净，看天降有没有办法再做一组。有机会。要啊，我要直接叠吗？我觉得我有机会。有机会怎样？全部消掉？有啊，有的话是没差、啊。有机会是有机会，那怎么转到那另外一回事的？如果有的话，最好清掉，是会比较好，因为太多水你也是蛮麻烦的。好，有机会来。各位最难的就是这一关啊，还可以一次叠六颗哦。可以啊，开玩笑，我叠珠通常要叠很久。你们看我转哦，不错，哦，碎，好换小雨姐。哇，还在打那么痒哦。所以这边是最难的、啊。他垫那个地方，你开水岩系啊？你看一下关卡秩序。不行，开吧。我算一下回合。哎呀，你看到这边吗？这边五回合，这边直接要带走，所以你瀑布路由这边开人，这边自己对血量多少？啊，直接被打死，对吧、啊？哇，好，所以这边这两关一定是要一波爆了，对、啊，然后这边再稍微抹一下，所以这一关就是关键的，这关当然是关键，对啊，这关是超级难的，谁设计的、啊？水岩系它是技能是什么？你说开主动机制？嗯。转好像五颗还是八颗忘记随机吗？要光珠，光珠随机转五颗，五颗还八颗忘记啊？我觉得你要不要你开个水眼系比较好转一点？会吗？会啊，你光珠都在那个重要位置啊，有没有比较好转？主要是回血、啊，你看那个珠子回不回来的感觉，回血不死也可以，但是你不一定要把全部电极消掉了。小旭，你先，我觉得这两组是。有这个起手，你才有机会。哪一个？中间这颗、個，中间这颗、個，因为你一定要把它转出来。然后你下面按住这个放这里。没有，你听我讲。嗯。好，怎么了？你听我讲。来，不是要讲吗？等一下。方小小雨说：“你听我讲，他其实要让他思考冷静，你要让他思考，不然他这样一路下就死掉了。”你听我想。有、哦。你转到 combo 了，我转到了吗？转到了。我、这边真的是很难嘞、难了。说完真，这边工程师想应该也是很机车哦。没有，我是配水妹，很好转。哦、没有，其实也是有很难啊。嗯、但是水妹比较好，延长那个时间。对，我就比较 OK， 而且因为我没有带文仲啊、所以他、没有文仲很难嘞、没有文仲，他就可以洗技能啊。因为。是完整的，要不要？还是要带稳重比较好啊？他有兴趣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换队伍、啊，换队伍有点难呢、欸。我看一下啊，有一个队伍很好，比较好打的，可能就是带机士、光暗兼具，然后那一波那个地方包。问题是哪个换？我自己是用，你是我们带六个，我自己是没有带水户跟稳重，带六个成员这样去打的。六个成员，再多带一个，专差一只。没有，你想要临时哦，你要这样想，这关过了，后面还是会卡哦。我觉得这个队伍这边过了，应该就几乎就是过了。海阔天空，对，因为后面就是那个回复没有哎、回复力五十。我们先这样好了，我们先来一场不要求临时的，然后我们打到后面世界看怎样。你想要先试后面的威力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可以啊。那我们一样是这队吗？这队那很轻松啊！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因为你看，那观众有可能也没有看过后面的。不吃食的话就没有电击了嘛？就是那边如果是吃食电击就消掉了，對电击就没了。但你还是不能手消水珠，那应该很轻松吧？对，应该没有就很轻松啊。对，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可以先试啊。你家试就知道了。其实你其实一切都很吃版面啦，真的太吃了。所以就是运气吧，我觉得官方这次把那运气。那个加的蛮重的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测试过用水，他们就是没测试过啊，太扯了，那水的，
我有跟你讲过，他就是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水队是不是很难过？他那天礼拜四晚上就问我，对啊，靠呗，那自己都没打过，自己都没打过，还放这种队伍？对啊，没有，要不然你就不要把放这种成就，对啊。这个，然后我就叫他那个啊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们要不要改一下难度啊？不然这样子一定会被人家靠背。嗯，他就不已读不回。因为不是他能决定的吧？反正也不是他们在打、啊。对啊，那么负责数钱就好。玩家帮人测试，异口同声。狮子换电击，对啊，就是你用石头换，我觉得那不然我们拼个一石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剩下一个小时多，是至少先通关一次嘛。嗯，之后要拼什么再来拼啊？陈威比，哎、欸，比较帅啊，各位。哎、欸，老板 ，Hello， 老板 ，Hello， 老板。嗨嗨，老板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来说一下，你自己练几张七天地？两张啊，已经练满了吗？练满了。那、啊、你练几张？我只有练一张，还没练满。我是只有练一张啊，因为考真的有点难嘞、欸。水光队，水光队我没事了。水光队更难吧？没有啊，水光队更难吧？嗯，还是说有办法再进到满？第二条血的时候，先把版面用好。有啊，就是大概讲的那个、啊。就我刚刚讲那个、啊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先做好叠珠。就是左右四颗。我刚刚其实没有仔细听，因为我在认真转。水珠水珠摆这。对，水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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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左右各四颗水珠，先做好叠珠，不要消掉。啊，中间就看你们手短，把它补回来打回去。哦。对吧？因为你要可以啊，可以试看看的话就是这样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做这件事，好吗？因为你要先做预先的准备啦，不然后面那一关真的太难。就差不多啊，五差一点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前面你就要先做大概18+6四回合的，你要先做预先的准备，然后前面三关就很稳定。那难度还是一样在倒满那一关啦、啊。贝雷一转应该会哭吧？我觉得，贝雷没有一转就整片那个都是那个。贝雷一转最大问题就是他不能解成就啊！那你再贝雷一转要干嘛？那你不如用光贝。哎，贝雷他应该讲不是贝雷亚，他讲是贝雷吧？对啊，他是当队长吗？还是当队员？他的意思是哦当队长的话不行，当队长你要配奥丁不行。对啊，当队员他应该是说队长啊。嗯。聊天是好快啊！各位掌握好记，留言讲重点，这样我们才看得到、哦。好，然后来爆发了，来，当自己家爆发。对啊，两组水珠八方狗就带走了，很轻松啊。两组水珠八方狗，两组水珠八康狗很轻松。好、啊，今天有点小失误，他只有七康这样。七康也很厉害、啊。狂魔好像狂魔一转不是有资讯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没有看完整的、啊。那我们瞄一下这边，关水，关水屋，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对。SOP 做了三次了，嗯，就这边都没有问题啊。哎，注意看哦 ，A 还是会过 ，A 还是会过。刚才版面很漂亮，啊，帮你流水珠，帮你流水珠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有啊，第一回绿波，刚刚帮你叠珠。要再开文章吗？因为小雪转开转做速度很快啊，他不思考的话，反而会影响到原本的那个。对啊，对，凭着直觉转。我都是凭直觉。对啊。可以干嘛？开只眼睛没关系。好。欸、关键是下一关。是不是有在这边烧死过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刚不会这一关。这关呢、啊？我刚才、那個欸、有。对，有阴影。如果需。哎、欸，这边先做刚才那件事情。我看一下哈。你知道怎样吗？我知道。好，先做吗？第一回合直接先做。对，先做，然后中间尽量消掉。其实这样也很危险哎，你中间天降掉你就不能叠，哇，没做到了。
那我那我们我想我知道了我知道了，你还是可以再做，我可以叠啊，对，还是可以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左边就已经叠好了、欸，对 对, 對，这样子这样子好了，欸、居然有天降在这帮你叠啊，赛道，我就觉得叠一边就好了，叠两边那个，哎、欸，叠两边试试看，看你技术嘛。好，来来，你可以叠几叠就叠几叠，现在还是你还没扣钱，这样子蛮斜哦。哇，你看那个猪有没有很可怕、啊？哎、欸，直接打死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看他垫哪里？滑，不会啦，这个感觉还好，比刚刚的好转多了。哦，对，的确是。这样，你这回也不急着爆发，你先做好叠珠，做一 combo。可是我落我叠到可以吗？最好是先做预叠，因为你被打嘛，对不对？你下一回合才补。可是你现在转速转掉了，你下一回合你更危险，你就要再重做一次哎、欸。你应该是要去撞那左上角那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这边就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边直接叠掉了、啊。所以你中间先空。直接火珠啊！哦，真的太棒了，谢谢你。杯啊！哎、欸，我又麻了，对不起。你在干嘛？百姓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那刚刚是摸到那个萤幕吗？对。对啊，精华嘞。干又那么辛苦，就抖了一下就没了，抖了一下就中了。安心老马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转出哎，老马我还是拿到了。感谢你的出手。坐下。看来这个马是注定跟随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蛮厉害的，刚才那个安心超雷。神之马，我按我的啊，感谢你死掉了，老江湖了，啊，当时画面显得喜到爆炸、欸欸，我真的，等一下我要离他远一点，我真的不能碰到那个画面，一碰到完就GG了，太好笑了。对，前面很妥嘛，哦，对，前面蛮妥的、啊，因为刚才如果第一波你先做好叠珠，对不对？第二波你可以做高，对啊，他刚才那做的，那刚才很漂亮，高伤害，而且可以回血量，对对对，厉害，猴子 A 石头，表面是一波嘛，六千多，真的是爽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你会出现更新。对啊，我刚是出百姓的 freestyle。对，今天那个阿红的更新还没出现。因为各位其实有看到一些临时通关，其实你这样就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打人，知道吗？嗯，对啊，的确。因为看好像一次过很顺，那个前面不知道砸了多少时间。我看一下啊、喔，伤害。你看我这样，十二组水珠四抗，总共九抗宝，嗯哼，才五百多万伤害，可是这倒满750万，所以你就知道这关大概打多久了，哇，对吧、啊？啊，但是如果虎虎一开两组水珠四抗宝，他就再见了。所以我倒满那个关卡要开瀑布吗？不行，就是因为开了后面沙弹来不及出回来了，那绝对没办法。所以这边你要临死，这边一定就是要恶魔。太难了，所以我那时候用石头跟他换，就是我就开掉，然后石头跟他换、哦。你是花三颗过吗？四颗，所以全部用在那边吗？我记得这边一颗换电击腐蚀，嗯，然后后面的哇，还有哪一关啊？欸，我忘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两死之内。哦、uh-huh. ，对，所以你们来打应该尽量啦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这一次就吃要过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反正。40我们那边顶多吃一颗吧。是消电击啊，没有不止哦，因为你刚看到我那个伤害嘛。对对，所以你能尽量转不死，哎、欸，先做预叠嘛。其实吃石头最麻烦就是那个文重的附加会掉。对对对，那个都要算进去。对，吃石也是一个战术，各位。嗯哼。对啊，稍微留意，不是你吃就无敌了，文重那个状态不见，水雾状态不见，那个你就要再重磨回来了。两回合。哎，平白先找到没有？对啊，我今天就负责，对啊，就讲解这样。对啊，小许直接来了吗？啊、小许，这速度很快啊！我讲来不及跟他手速啊！
过去了。看到783万4千呢，783万4千呢，这样子可以了解噗噗有多强啊、哦！各位可以了解了，20倍啊！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洗文仲啊？他说，哦，不知道在洗三小。各位，我跟各位讲解一下，文仲洗了没有？你根本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就一坨，有没有看到一坨的水珠下来？你前面这几关稳定度。不是啊，他是要在第三关可以马上被消除之后再开，对，这样知道。对，他看不懂、啊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再开了？所以就是这个主要文仲他你要再做一次洗的动作是这个原因。对对对。感觉我们有可能在12点之前的意思吗？很难呢、欸，12点就没了。如果那关过了就有可能。刚刚那关是的，是这样讲，就是问题那关有没有过、啊？第四关。就我先叠嘛，先叠左右都叠，我觉得，因为依照你们两个的那个的话，搞不好整片掉下来，他妈拿把你吃光光。哎、欸，没有掉水柱哎，中间、喔。可是这样子要只能削中间的。对，左右两排都不要削，而且还不能削到那个叠住的那一个，你就削直排就好了。对，削直排。哦，这是战术的极致哦，各位，战术的极致哦，哇，这么厉害，太屌了！哎、欸，这样很不是这样才对啊，这一关都不小心磨掉了，我们都没办法出技能了。这一关最虽然目前这个版面跟这个几率是很漂亮的，你都转直对，转直排可以可以可以转直排对吧？转五颗水珠补得回来吗？五颗水珠4到5 combo 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那你可以转最左边的水珠直排5颗。哎呦，补不回来啊，补不回来，你不说4到5 combo？差多少？刚补多少？我算一下，吃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，这关不能吃，要吃一定是下一关。你这关吃就浪费掉了，对，因为这关是会过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回复里。一开始我先来洗嘛？都可以啊，你洗好了。你帮我，等一下你进场，我看一下回复有多少。哎、欸，看、欸、你直接进去了。不然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这样子先，他进场不是CD2，你第一回合先打一波。第二回合再、哦、了解了再整版就好了，不然那个他打很痛。你说这一只哦？对啊，打14000，14000吧，还是多少？快啊！14000对啊，有快15000那边啊。14000啊？哦，14000哦，很痛啊！14000回不来，而且这对血没有很多。我要看一下，这次吃的是回复力啊，回复力很漂亮。欸、是5000多吗？有那么高？不可能！你刚转好几个，我看你。太多水了。哇，消太干净，没关系，因为有两组攻击数，可以，那个水跟心都可以补。看我的眼力怎么样啊？我觉得算过比较实在。一组水柱六 combo， 一组水柱六 combo 补7000多。你刚是5颗嘛？嗯。几 combo？ 4 combo。4 combo。8888。你刚好，刚好太少了。对，刚好不够。因为前面很多、欸，前面你有先扣血，他打14000哎、欸。不是，你要先赚14000扣掉你剩下的血量，这样子。剩3000多而已啊。就差很多啊。8、9、10。还差很多啊。我看一下，六 combo。11000加上哇，11000加4000。但是重点是你只有中间可以转，可以转，对啊，不然就留一排，那超难，不然就留一排，不然就留一排就好。我们不要留两排，留一排比较稳，对，留一排比较稳，留一排应该还 OK。哇，过来一，留一颗星球，今天应该转得掉吧？可以啊，看那个。演戏没啥，你后面会演戏啊？你刚刚消5颗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、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死，那前面应该还好吧？小许表情好严肃，毕竟这里不是我家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阿红来我家，你跟他在他自己家感觉不太一样吧？对不对？嗯，有吗？有。
百亿不一样在哪边？感觉你来我家话比较多，比较嗨一点。哦，你说我在这边不嗨吗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嗨。好，对，因为我去你家都有喝酒啊。哦，喝了就很嗨，自爆是不是？喝了就自爆，看到时光只是一下那一幕。小许家冰箱打开全部都是酒，哎，爆料，爆料。好了，没有吧？好像差不多了，欸，看一下回合，剩二就可以出手了。好，好，出手了，出手。对啊，这种简单交给你。好，哦，没有这个，对啊，这我来都过啊，你可能过不了哎，欸。哦，干漂亮，才比当水喝。最贵是哪里？二罐。百姓冰箱打到低焰，一个金算，两个神转，各有各的想法。不用电汇版转吗？因为他，为什么要用我的手机转？因为你有这对啊，我没有。哦，因为我这对他没有。也可以啦，但是因为我们要轮流嘛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如果用电汇版，可能就阿红一个人可以转了，我们来转可能会几局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叠珠哦，叠珠哦，各位不要我们看到，叠珠你就看掉下去，他在削的那一组啊。第一回合先转，然后第二回合再给你整板。我们先留一排嘛，留左右一排就可以了。哎，欸，不是，这边直接干掉，这边直接干掉。要开，哦，不是，这边还没到。文庄先开。好，这样子就直接转就过了去啊。那么这边我是会再出一回合，撞第一波不太会过，啊，就缩短个13 combo 应该。然后天国应该是够吧？残血够了。哎，我精算师呢，对不对？不，马后炮。对啊，是。等下没有，等下真的过了吗？马上改口了没有？好，过了。跟。百姓家都是广告子，小许用电绘板会不会手残？冰箱打开都是广告。没有，我没有指挥，我只能提供战术啊。但是这个转注真的要一点难度。这样子嘞，我怕太多。一开始来做好，留一排啊。我现在留一排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然后左边就开始进行发挥，这已经是把战术玩到很极致了，各位。啊，这应该回得回来吧？左边就整排，对啊，你就两组妥妥了，两组六看不完。你看这样，左边版面好，尽量不要用到右边的那个暗处就好了。这样子，可以，行。你敢回复？等一下看一下回复力就知道了。还没破哎，欸，还要再转一回合。可以啊，就顺便除技啊，因为最好差几颗，你有数吗？我没有数，这一回合应该就其实就过了。这个状况是最好，因为你直接带走，后面就没办法除技了。这一关现在这样让你多除几回合是最好的。好，卡住啊，刚刚好。哎，欸，这个漂亮，直接打掉了啦。要不要开技能？开水屋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开再关。看一下，可以开再关。开水屋啦！开！好，开。先弄他一波嘛。这个漂亮，直接过去了。对，许哥，我们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过不去，刚算过了。没有，看你要一半就漂亮。算不到的东西叫天降。哎，今天就看这一波天降怎么样。真的。对。哎，如果天降，砰！许哥，你这个转这一波带走就帅喽。你这个转的好，我们就在历史上留名了。对，今天就扣你一千啊！赞哦，这就变名画面了。对，这边就可以剪精华。这个我想一下，嗯，最好的是用木珠去叠了，啊。有人说，可是百姓不会天降。叠到了，叠到了，漂亮！接下来就是天降了，有没有？再来，应该，哎呀，三分之一，完全不够哎，一半很多了，太烂了吧？水壶要关了，对，水壶关了。哦，这样子，水壶回家了，打不死哎。对啊，就是这关是最难的，哎，一半很多了哎，一半超多哎，你自己有一只水壶哎，只有一只水壶，刚刚只有开一只水壶啊，其他都没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叠得到了，可是你看十二颗九康魔才500多万。这个关掉，你关掉。
不过打一半是这一场有机会。这样我们压力很大。你先补血，我觉得这个版面你是要补血，因为你这个、啊、这个有点卡到，对不对？难啊，这个。对啊，用撞的、啊。这边三颗啊，然后我撞那边一定是三颗，然后看这边看可不可以再三颗之类的。六颗补得回来吗？我觉得有点难。这样我算，你 combo 不拉高。我看六颗几号？哎、欸，九鬼，哇，六颗几号？我直接给你 combo 数哎，不要急着那个。六颗嘛哈，嗯哼，两组，六 combo 是补15000，他打可以的，可以六 combo， 那也要六 combo， 对、啊，还要叠住。我是有想到路径，那太难了啦。六 combo 哎、欸，太难了啦，因为现在就水柱太多了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但是水柱少，你又没他们叫你那个手哈，离那个手机远一点。对，这边转，哎，我你去阳台转好了。我离很远哦，我没有碰到手机。有建议的起手吗？我看一下。是有想到木珠一定要、欸、出来，欸、光珠光珠，你是不是这个出来？光珠这个出来，然后光珠上去。我那时候原本是想这边，可是这边就消不到，所以你这边一定要从这边转回来。因为问题是你这个水珠要摆这，你这样才叠得到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1、2、3、4颗光珠。嗯哼，对，然后你这个水珠到这个位置，但这边我了解。对，好，那那这样子感觉。四颗，然后可是那你这个怎么叠？我在看聊天室，因为聊天室刷太快了，我一二三，我现在是呈现一个三颗已经不用看傻眼的状态。水柱看可不可以这种？我现在是一个傻眼的状态。等一下，对，再动再动。路径，我不要碰一幕。这三颗是摆什么珠？就是你这边都是摆直的，不用看嘛。那你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木珠比较有希望吧？是木珠比较有希望，没错、啊。可是好远哦。我看一下，对呀、啊，你那斜转，这斜转是水珠会转到下面的，除非你把那个光珠放那。哦，不能攻击，你只能做补血，因为这个地方卡住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要啊，问题也是要补得回来啊。光珠，哎呀，水珠一 combo 嘛，然后光珠两 combo 嘛，然后我真的是看到傻眼。光珠三 combo 嘛，然后水珠四 combo， 我这样只有四哎，最你有办法再转正也五 combo 哎。不行，你那个转掉的话，水珠就过来，那个会很危险。有想法吗？我现在是有想法，但是很难啊。木珠洗手，对不对？是。现在想木珠洗手的方法。好，来吧。如果这边做四颗，这边做三颗，那三颗之后放什么？三颗哦，火珠吧。哦，我了解。四颗光，再就整理左边的了。我想这样一 combo， 那水珠就可以叠得下来。对啊，就是我要让它掉下来。那感觉比较简单。就对啊，就只是叠做叠下面的而已。只是左边水珠粘成一坨，那地方不能碰到。对，的确是这样。沒錯，嗯。而且跟各位报告，就是有时候太多水珠不一定是好，是好。但是你没有那么多水珠，你补不回来。对，就是很矛盾啊。其实我想到、欸，红哥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有叠到、欸，不是你只有一组而已啊，只有一组。哇，那木竹没叠到，好，我们吃可以吧？吃了吧，就吃一个看看，不然怕会来不及。啊，文中在这边要开吗？等一下，除非开吧。我们叠啊，我看这个蛮好叠的。这一波我建议不要做攻击，你有办法全部做叠珠，还是不开好了，没关系，全部做叠珠。不做叠珠会有新珠下啊？没有，你应该想的是不开文中会有新珠吧？有新珠是还好，重点是你因为这波是让你做叠珠的好机会，
有办法全部的水珠都做叠珠，保证掉下来全消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几颗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一三三二六三九十十一十一颗哦，十一颗，这是这若正常是绝对可以叠啊，那蛮好叠的，就是先做叠嘛。我觉得先打他啦，先打他、啊。如果可以做一波，可以啊。还是直接打死？打不死啊？那你开稳重。可是你打死，你撒旦那边就没技能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这关不能开是主要原因是这样。你开稳重啊，开稳重好了、啊。赌天将哦。就你还是要玩啊，因为你这关再让他电击一大堆，你也是麻烦。那、啊、问题就是你绝对不能守消。嗯，我有看到路径啊。嗯，应该这个算是比刚刚那个。我们随时提醒你们。好，就这样好了。然后这个版面还好。哦 ，OK。哦哦哦哦哦，有，这个可以 ，OK。这个还可以吧？左边电极要把它撞出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会把它撞到那三颗里面。这边要消几 combo？ 六颗六 combo 就可以回来了。等一下，天降啊，文中哦，天降两组，没有六组、欸、天降两组，文中，这个版面很好哎、欸，红哥，你知道你刚刚天降两组吗？我知道啊，哎、欸，可是你这版面很好哎、欸，嗯，你那光珠叠就两组水珠直接消掉了，嗯，然后上面再叠一个，对不对？厉害，这个版面很厉害，好机费哦，加油，好机费哦，嗯，我刚才运气太好了，没有文中就好用在这个地方。对吧？好险！有人说开铺路开了，你后面看一下，沙滩上面过不去啊。哎、欸，手残，天降两组，一组而已。我刚刚本来想斜闪上去撞，对吧？但是是吗？对。那再叠一次啊！这关就用叠的、啊，看你还是要一叠还是一波带啊？都可以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回合都出起来了，所以你可以做选择。阿王是直接做叠，哇、嗯，这可以吧？这个版面漂亮啊！再消，那你只要回血的话，应该是 OK 啦。两组水珠，两组水或星啊，两组水。水或星都可以补啊，所以有水有星都可以补啊。你现在台面上好很多组啊，嗯，按起手会不会比较好？因为右边按还比可以。嗯哼，最右边的按起手吗？我是左边按起手，左边按起手，可以右边才有三颗按、啊。右边按跟左边按起手都可以，因为你右边按的话就是转木珠点。哦，也可以，对。哥也是在台面上，你可以去判断你要做的珠是哪一颗啊。哎，危险危险。哎、欸，我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回不来，对吧？这关是最难的、啊。好，直接来吗？还是我要帮你留？那不用吧。我觉得我那个水队好像比这个好打，因为这关真的是这队用打这关太麻烦了。对，啊、因为这关过了就过了。因为我带机制的话，你就光按间距就直接打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直接爆发。吃的时候也比这队少，对不对？绝对比这队少，因为这队容错率太低了。这一关啊，主要是这一队比较有临时的希望吗？嗯，从头到尾啦，应该你要这样讲，临时的话，这边要留那个强化珠放在最右边。嗯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文中开的时候强化光才会出来，因为下一关你要打沙袋。哇天哪、啊，最后一回合吗？啊，这边要回血是不是？对吧、啊？嗯，回得回来吗？两组六 combo 就回来。两组六 combo 对吧、啊？这是回五十八，没有，要减五十八。哎、欸，对，那所以要四组啊。这个换句话说是这样，就这两关啊，就这两关是最难打的。哦，刚才不是好，可你现在好很多哎、欸。很多没对啊，超多。右边没装，要装多一下脚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是这两关啊，各位注意一下。你这个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开稳重吧。哎、欸，不要开啊，等下都是石头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，两组啊，三组。
好几组啊。如果说这边有文仲，那是比较容易啊。是没有错，通常，但这时候如果文仲已经关的三组，三组应该补得回来吧？补不回来。哦、三组还补不回来，这循环吧。两组心，一组水，因为剩一半啊。所以关键是这两关、啊。哦，吃吗？吃吗？二十八，吃吗？吃了啦，吃了，不然等一下来不及了。没关系啊，那就通关啦、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通关啦、啊。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强化术放在最右下角，对不对？基本放在这边，你这个不用动它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动强化了。中心版面光暗柱消掉，光暗柱。光暗柱消掉。嗯。消光暗柱哦。然后新柱不要动到，最右边的新柱不要动。新柱留着，光暗柱消干净就可以。其实只有三柱可以。三柱光暗，其他柱都留着，光暗柱消掉。就尽量不要动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不要光暗。四颗，四颗哎，那、啊、怎么掉下来刚好四颗？哎、欸，全掉都是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啊，投石车开出来，没错。四颗，可是两颗可以转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两排，所以其实还好吧。我看，先开这个。两颗光开水岩应该可以转掉吧？开那个啊，水岩不能开。水岩不能开哦。嗯。这样就没有光啊，就不行啊。那边有光啊。对啊。水源绝对不能，那个水雾一定要下去啊。然后那两颗暗就是比较消到啊。接下来的水雾都要开着吗？应该是吧。对啊，就持续去弄啊，就碾过去啊。你好，最好是这三颗不要动到。我们绝对不会动到。问你是天降会不会动到？天降没什么衰吧？你那两个把它藏起来，暗的不要叠藏起来，暗的不要先收到口袋去。其实才20%还好。好，那所以在这里就是直接转了吗？嗯。水珠看有没有切开，哎，对对，来一个，漂亮漂亮漂亮 ，perfect， 啊，没天降那个 perfect 锁定珠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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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哎，如果这还过不去，那个刚刚算的刚刚好，哎，真的哎，对吧？哎，真的真的刚刚好哎，这边开什么？就瀑布路，我看一下下一关，应该是要开瀑布路吧？下一关就洗技能的，对，开瀑布路啊，开水岩，水岩也可以吧？哎，我跟你讲顺序有差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普普路跟水源没差、啊沒，就先开水源，再开普普路啊。要开吗？要，确定好，开啦、啊。龙科不用开哈，不用不用不用啊。这个应该还好吧？这关卡你开普普路，这碾压、啊。你普普路，你第一关就破400万，那怕什么？我做的是黑白无障碍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那我觉得我可以提示你。不用不用。好。哎、欸，你GG就整个都毁了哦。GG 就在历史下留名，精华。不会啦，这个转的还不错啊，不错。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走了，走了，拜拜。棒棒棒棒，砰！过了。哎、欸，其他不开普普路，其他人打得有够低的。对啊，所以最关键是在那一只啊。你先把那个水雾先关掉。哎、欸，嗯啊，血不够，真的是精辟，千算万算不。前面扣到血了，不行啊，这边已经不行了啦。前面扣到血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，我们主要是在这边、那個、啊，没补啊。对，没补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太难了啦！你这一队，你在，我也觉得、啊、重点是，如果说你假设这边过了好了，真的这么幸运好了，你在第五 关，你还要制造强化珠，然后摆在那边，然后你要回血，回对，你至少你每回要消四组心跟水，心水、嗯、对，但通常四组，但是如果说你。开那个是有机会啊，开文仲，对，就是文仲，因为你文仲要留着才会有那个天降，对，才有可能啊。但有时候文仲也任性，也没办法。但你是有机会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两关啊，要文仲啊。我看不是有人用的剧本是菲尔卡、基士跟孙权、啊，我是用炮兵啊，我是用炮兵合体。菲尔卡的我知道了，要不然你来一下你的配置，我们打一个通关的好不好？我的配置哦。我们打一个，然后我们开台到现在还没过，对，就有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聊天室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就是那个配置嘛，不是有人发一个配置，就是比较菲尔卡的，基士菲尔卡，还有什么孙权跟什么那个配置是怎样？我们直接找一个那个临时的吗？是吗？现在有6500人，嗯，全部都跑过来。水岩是水岩吗？嗯，这个吗？
不能开声音，有点好。等一下，剩半小时，真的剩半小时。各位可以知道这关卡设计有多鸡巴了哈、哦，然后也看到了、哦、怎么那么卡？好，这个配置吗？你是说这个吗？配置对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、欸，是这个，可能吧。很多人都跟我讲这，要不然我们就用这个啦。好啊，只是那你知道开镜的顺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要这要重新再算，重新算，我们不算的啦，要重新算啊。我们我直接我算回复力就好了啦。好，对啊，不要进场看一下回复力就好了。因为回复力我换几组水回来、欸、我这个是等于换掉什么、啊、我也不知道，换掉普普路跟水壶，把普普路水壶换掉就好，这就是另外一种打法的，这两队对感觉比较磨一点、欸、比较磨，对，这比较爆发没有那么够，嗯，他只是靠那个即时的三回跟那个菲尔卡的回复力，我们看一下回复力就好了。第一个你要选这个没差、啊、回复力多少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回复力3595，好，看这个就好了嘛，3595，伤害五不算了，比较高就即时比较高吗？是因为菲尔卡，即时三五跟菲尔卡没有回复力，其实刚才那个这一队是因为那个即时撑上来的，不然普普路回复力很高啊。看一下聊天室，聊天室看这个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对对，那我刷一下，因为快结束了，刷还没满字。回复很高，对吧、啊？你应该是直接来了，你应该没有什么剧本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这队的剧本是什么。好吧，等一下就打到哪边就临机应变吧，算哪边。这样各位可以知道这个难度有到哪里了、哦。对，为什么我说要吃石头？你看，真的。那个回又一个手消进消水又电击水，那已经不是可以吃石头可以解决的、啊，有的吃石头也不会解决。对啊，然后后面又跟那个什么回复力变50%，就算这一队回复力变50%，你各位可以看剩下多少。但是说实话，有机会啦。对啊，就是有机会啊，就看你吃个石头的量嘛、啊。话不能说死。那这队拼个临死吧，有人临死了。有啊，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开机打。我们就直接现场来了，我蛮好奇地瓜要怎么开啊？一定是先开那个先叠啊，菲尔卡，菲尔卡叠起来。嗯哼，然后这样洗回来吧，我就在想，一定靠应该是要靠即时吧，伤害最大是即时吧。即时没有，菲尔卡先开哦。你要看哪是伤害最高啊，就应该是为基底去算这样。我觉得第一关可能是，他应该是开孙权，我觉得。是吗？然后追打留在第二关吧。就第二关看你是要孙权还是，因为你都可以啊，你这队只有，你这队只有孙权可以追打光啊，那光就是最大啊，嗯，有道理。那你底下就是延熙在那个，为什么你文仲没开？要开吗？要开一样啊，就同样玩法，就跟那个。对对对，这边其实前面文仲已经开了，然后反应不错、哦，把那个水珠清干净的，那清珠啊，嗯。其实都是血量比较多、啊，对啊，就三回啊，即时撑三回。嗯，然后因为菲尔卡是妖精，所以他本身回复力并不会输普普路出太多啊。啊，因为即时的回复力也高，所以整队撑起来就还蛮不错。即时回复力多少？我不知道要看一下。但是他三回很漂亮，有人就用双即时，可是你开机就会卡住了，我觉得。双即时的。只要开就卡住了，那个通关一定会有问题。百姓好像爸爸，小雨是哥哥，阿红是弟弟。要过去了，要过去了吗？通关导师，你看有没有剩两回合、啊？要剩两回合、啊。一样啊，就是跟刚刚一样。对啊，打保险就是剩两回合、啊。没事。合体了，好感动。鸡翅身三尾很美啊，万孙全家演技才够的，有观众讲。对啊，就是跟刚才推测差不多。好了，这边，然后再讲哦，鸡翅的第一个技能啊，水光暗光兼具，是吗？对，应该是。确定？应该是，好过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再加孙权，对，加油。这样子就可以过了吗？怎么看啊？技能全消、啊，我觉得没过也没差、啊。
你过也没差吗？对啊，因为你还是可以蒙回来，是可以了。可是感觉这队在后面，哦，这应该可以过的。我觉得后面很危险啊，你是需要那个后面比较危险。可以啊，水的都快破了，是不是开太多了？这那这边就是开延禧加这个吧？对对啊。哎，怎么好像只转两个？没关系，水柱够多了。好，对，可以够多。这队应该不用转直排吧？他们说我黑眼圈很重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只是离比较远，所以看不出来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版面是很舒服？今天在此没有啊？在什么词乱讲话？好，不开那个追打，过不去。嗯，这边要怎么打？直接打。你就开那个谁，那个延禧啊。其实第一波你可以先转，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差。不用开延禧吧？就赌嘛，看他有没有天降啊，有天降就被你赚到啊。因为其实你开延禧，下一回合还是会磨回来。哎，下一回合要磨吗？这一队不知道。要啊，这队要磨回来啊。哎，我记得这队血比较多，应该可以再打一次，可以再撑一回合的。那我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又被烧到了。哎，欸，这个天降，OK，欸，不会死哎，欸，对啊，这些血比较多啊，只是你不能被烧到了，开啊开啊，保险保险，哎，欸，我只赚几颗，哎呀哎呀，你这都被攻了，你还怕他死不了 ？OK 了，哎呀，好吃，将跌到，我知道哎，这水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啊，你现在关是这样，把龙哥开掉，然后用光环去打，我是有看人这样，我没有开龙哥，啊，你说这边吗？不是下一个阶段的，不是我这边没有开龙哥。哎，欸，有吗？我也忘了。我说下一个阶段啊，叠住。他这边是怎么打，啊？这边来吧，观众键盘精英发挥了，哦，啊！不然我们先跟刚才一样，我们旁边先两个，可以都可以啊。我先讲，如果下一关对不对？你整版全部都是光暗珠，对不对？是，就算你开直开不会死，整版都光暗，他也不会死。鸡是不是间距五十？那，啊，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龙科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再等一下天降啊，龙科。因为其实这一关跟我刚刚那一关的难度差不多，跟刚那一队差不多，而且这一队会更难打，我觉得。在哪里？会吗？你说在这里吗？对，在这里。你下一阶段一样啊，你要爆不过啊。哎，刚刚，不然就我们洗个技能啊，就这边洗啊。就算爆发，我觉得都有问题。哎呦，刚刚好。这边要洗吗？不是，啊，这边 要做那个叠吗？他已经叠好了，小心。不行啊，你右边呢？不行啊，因为你这边你一定要回血啊。对，你一定要打他，啊，或回血。哦，那五颗消掉了，所以你直接打了啦，直接打他，直接消五颗就好了。哎，欸，我物理比刚高一点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算，四杠五杠五，哇，花有比较多，但问题还是一样啊。哦，他水柱居然直接在那里，太任性了吧！你可以撞啊，无法无天。第二卡可以先叠，你看你机会。哦，刚刚没叠啊，对哦，可惜没有讲。他们说开龙一颗绿出光暗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就是不开，没有啊，因为龙哥开了之后，后面要靠别的爆发，我还没算呢。王冠这队比较聪明，应该是王冠吧？因为王冠第一个先攻盾啊，你可以叠啊，嗯。我只是随便讲的，我们也没到哪边去。这边怎么用啊？哇呀！哎，欸，怎么那么巧？这个水柱在那个位置啊？对啊，它就是那个字。这盖真的很猛哎，欸！做双重叠吧，双叠就是木珠跟暗珠，然后再火珠上去啊。就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这边叠嘛，然后再光珠再叠，懂我意思吗？不懂。火珠让这三颗消掉，欸，打那个剧本，然后这个就光珠在上面。你这样整。好，来三组水就可以。这个是 R5 啦，我们现在打 R4。有没有三？这一颗水柱要撞来这边。其实我在想说，这边其实一组水柱就可以回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欸，对，直接先回血保护死就好。然后左边那个再讲啊。等一下再哎，欸，可是你要先做好下一回合叠珠预备嘛。有啊。反下回合转一只小雪。你还跌倒了。他这边呢？哎，欸，这边刚好六颗，有没有？哎，欸，那个水珠摆这，对啊，
厉害，要不要开机室啊？直接爆发过去啊！你来啦，我们直接再加龙科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单开，可是我觉得这对第二，你这一对的话在，因为这对没水屋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差很多、欸。你这对在木属性那一关，其实更需要龙科哎、欸。那怎么办？这边没有水屋，可是你有菲尔卡，菲尔卡叠满的话，其实跟水屋差不多。把可是我们刚刚可是我们刚刚根本没打死啊，打一半而已，差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就把握机会啊，直接开龙科啦，反正我们找到后面是比较重要的。嗯，那百姓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嗯，就是这一队如果说不开龙科，嗯，爆发全开，极限了，有办法打到一亿吗？哦，关键。哎、欸，刚没看伤害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天降，厉害，没有天降。如果是可以吗？他要留什么珠？留水珠是不是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王冠就拼一波就好了。你说不要龙科对不对？应该是龙科，你龙科，你第二个龙科一定是要开在那个木的那边、那個，不然灌不过去啊。对啊，那个不然你那个一波没灌过去你就虚啦，是过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第二个龍科开龙科是一定过，但是后面就只剩一次，我们就王冠再拼。先看後，反正王冠这一队比较不怕是水属性、嗯，我们顶多。然后你现在就是会有很多水珠，水珠先留水珠。对对对，这样。好，有吧？我超多，靠，把你敲掉！哎呦呦呦，有天降他！他要做强化珠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这边要几组？哎、欸，以我刚刚的算法，应该至少四组六康博一张吧？四组四。我刚刚是没算了。天降，再来！天降！五康博很紧绷哎，真的最好了，四组六康博真的这样最好是有吗？刚刚不用龙科，我是怕刚刚不用龙科，可能就是打不死，还有再磨啊，就风险大。嗯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天降啊？我到底要不要天降？文重啊！哦，有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压力很大哎、欸，龙哥，文重。你最后了，你先跟文重沟通一下。你先跟文重，叫他不要睡觉。文重，别这样子。不要睡啊，文重。哥哥，我们靠你了，哥哥。临时啊，临时最后希望。我觉得这个，观众说这关只能靠运气，这是蛮运气的，说实在话。再一个，有，他爽了，超帅的。什么超帅？我开文众本来就应该要天降了，好不好？可是，强化哦，可以，我们只做一 combo。光暗珠消掉难，因为你要强化珠刚好落在右边，换句话说，你只能消一 combo， 那个强化珠才会在右边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你只能做右边五颗光。对，五颗暗，为什么？因为光珠你开眼睛可以转掉。好，来右边，那这样就比较有希望，对不对？五颗右边五颗暗，对，中间不要消到，一定不能消到。哇，这个是完美战术哎。啊，这边要干嘛？就爆发，要开什么？先开水源再开。我觉得这边最难欸。先开水源再开孙权。对对对对，先一定要先开水源。然后叠菲尔卡。好，可以。菲尔卡是一定要叠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伤害不要溢伤，因为溢伤下一波打爆不过去。好，再加孙权，一定要开孙权。孙权，完美。直接转啊！靠你了。直接转啊！转啊转啊！这样啊？要等谁吗？你这珠子一定是灌得过，这是下一阶段。你转直牌啦。直牌比较有天降啊，嗯，我也是这样想。对，那个文仲那一排嘛，文仲那个托梦跟我讲的，因为文仲他说那边他可以多20%给你。好，来天降一准，过啊！哎，这个伤害溢伤量啊，就是不能溢太多啊。为什么不能溢太多？因为溢太多，下一关还有机士要开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关就全开了吧，不然下一关可以磨吗？下一关我觉得顶多磨个这一对是可以啦。这对是在下一关是可以磨的吧？哎、哦、呀，是可以啦。先杀右边，先杀左边，我们就全开了嘛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这对伤害，哎、哦、呀，你现在开一定是，哎，他是把什么转掉？光珠跟新珠。我看版面，看不懂。好，你很多木跟火哎，头痛哎。哎，这个太极车。好啦，我们就全开了嘛，反正没差。嗯，唯一可以考虑是那 CD 死的看，省这个而已啊。对啊，不要省啊。啊，六之二水源加机士追打，哦，水源加机士追打。六之二，有人说水源加机士追打，那在哪里？就全开了、啊，全开了、啊。
对，已经全开光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好说。对、啊，已经对没有保留了，孤注一掷。哎，文仲不要睡觉啊，文仲开始睡很久了、啊。我都没有睡觉、哦，我没有很累啦，我没有很累，只是我本来就长这样子。是文仲，打完全不够啊！哎、欸，阿红是不是完全不够？是不是更新，不是是文仲啊，文仲没跳、啊，太扯了，文仲哎、欸、一 combo 都不添降，我们文仲是吃哦，来不及伤害伤害，吃了吗？伤、嗯、害的问题，我你给加了呀，伤害够吗？不够啊！你用石头 K 他、啊，开文仲赌了，开文仲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办？你全消有机会吧？特别贵，你这全消我觉得要天降啊，天降个十 combo 吧、哦。我目测的、哦、各位，天降十 combo 就是你弄完要总共十 combo， 因为这水柱量够嘛、哦。这对就是平砍跟回复还不错，但爆发会差一点。看这版面，恐龙文仲猎人，要不要开一个那个？不要 X 光。算了啦，我直接转了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直接来了，直接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有人说九星版面。都左下角火蜥手，最右下角，广告只要出来透气，小雪黑眼圈从大圣变云阳，最雷的是文仲，真的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雷队天降时机可以减精华，对吧、啊？天降时机的话就可以减精华，来喽。来，有石头没诺波，各位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八哎九十有机会，我觉得打不死。哎、欸，过了过了哦，目测各位目测，目测有没有紧张？有紧张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十 combo 哎、欸，没有，这边做单体攻击啊，先杀左边嘛哦。哎、欸，你的指令好像掉，有最后再一点再一次。哇、嗯！全体哦，完了，洗不到技能。不要啊啊啊！两只都带走哎、欸，是，那总比刚完了，不，这边绝对完了啊！啊，没有没有，这边妥，这边超妥的，因为有文仲、哦，有文仲超妥的。换你了，这随便，尽量全消，你死了就算你的哦，因为这不会死哦。你第一波先留一点水珠会比较好一点。绝对不死，不会死啊，在这里不会死，因为你有文仲啊。对啊，有啊，流水珠。对对对，妥妥，也不一定流水珠啦，流什么都可以。你这个水便流水珠是怕你第二回没水珠啦。啊，菲尔卡尽量，菲尔卡先开，没办法开、啊，没有了。那先打嘛。哎、欸，可以的话，甚至做到说你留一个那个，要不这样补技珠啊？好、啊，留一个锁定的，我们洗技能嘛，怕你把它干掉。要叠吗？叠菲尔卡？叠啊叠啊。啊，问题是没跳啊，他还要再一点点。所以你要再弄个气味，留一颗那个锁、哦、定的，这样子。嗯、你是全消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留一颗。还有。好，菲尔卡要跳了吧？我觉得跳跳了之后就可以打了吧？他一盒也带不走吧？带走。不是你要叠啊？哦，你说你要用力打是不是？其实没差，你第二回合才四百多万。哦，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对啊这样讲是没错。四百就你要当八百万，你要克数。还好啦，而且可以叠珠啊。那叠珠比前面哎、欸，他会不要太少水，他会弄整排直的跟横的木给你哦、喔。就切一对，一珠就消掉了。要小心，就我感觉我那一关会有障碍。怎么了，许哥？哎、欸，现在把谁狙掉就算谁的。哦，非常好，小雨帮他补血。没用，模拟去掉珠，对，是故意的，故意没用。可以不用留大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打死了啦，都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打死他了啦。你要叠菲尔卡，你打不死吧？他血那么多，叠满了，叠满了，不一定哦。血那么多，打天降奇迹，天降个十六 combo， 十二打不死，三分之一，哎，打不死，他血太多了，有一半，有一半的，一半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
不能高估水队的伤害。这可以啊。小雨很，你很远距离。我是因为戴帽子的关系吧，那个阴影的关系吧，对啊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对啊，现场看还好。最聪明的方法就戴。那只是灯光的问题。我还没死呢。我那个之前那个。好了，这最后一回合了。反正你有打靶吗？打当兵打靶。打靶有啊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下一关。下一关哪边？你点这个。下一关也还好。七。兽神魔。哎。啊，刚可以开神的技能了、啊，忘记了。你知道我那个打靶眼镜、欸，其实开了跟因为我这边也可以打靶，不是都要眼镜、啊、戴眼镜吗？啊，我眼、欸、我就戴那个隐形眼镜啊。哪、欸、我没有以前没有戴过隐形眼镜，然后因为要打靶，然后就要戴，起来戴半个小时戴不进去。我知道，眼睛太小。我说真的，戴到眼睛很我是很干，然后很一直流眼泪，戴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戴不进去。我们车几颗啦？这边要干嘛？这边要干嘛？不能消手消木珠，其他都可以做。等一下，下一关可不可以出啊？可以啊，这边一波带走啊，你能开的就全部开了。那你开那个吧，开这个。孙权。对。好、嗯哦，这样子。不能手消木哦，就那个木珠。那我就木起手啊。可以、啊。好，加油、啊。手消木。下一关可以。可以磨，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力道。哦，吓到。这样打得死吗？应该可以了，还 OK 啊。然后第一回合的话，所以我们只吃一颗吗？你对，只是一个。现在是不是怕你打不死，是怕你把他打死？你看一下 CD， 看一下 CD， 对吧、啊？这边要磨啊，所以关键难关。那我们先一 combo 嘛，好不好？那我帮你排个版面好的。啊，你说的算，你说的算。这别住。是要洗技能是不是？对，要洗技能。我消一 combo 还送三 combo， 对，那个文仲你要会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留电击，他就不会死，所以你现在可以静消，这对应该是还好，你就静消就对了，应该是打不太死，要不要叠菲尔卡？这边要先叠，你刚才刚跳，等一下，下一只啊，对，先叠、啊，一定要先叠，然后你怕打死他留一颗那个、哦。有一颗电击哦，有会流，嗯，应该会流啊。这边其实比较好转，因为没有新珠。对，就是文仲好处啊，厉害。可是你这边水有点少哎、欸。速环针那个真的是试太多次了啦。对啊，那个你这边水有点少哎、欸。我看一二三，我这边觉得你五颗啦。等，我算一下要几康补好不好？重点是要我们不要在这边死掉，因为文仲不见就很哭了。好，你现在是五颗嘛？几康补？文仲可以再开吗？文仲可以啊，可以再开啊，所以其实没差、啊，没差、啊，死掉没差、啊，只是这边，来算个，五康补一万血，他这次伤害多少？反正我们有天降了，一万四，来，没有有有天降有天降有天降，厉害，你这叠住很好呢，其实我刚刚在帮你排版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这么感动，控天降哇塞，叠住叠很漂亮。对，很漂亮哎、欸。嗯，那轻松一点，换你辛苦的，我帮你写，慢写了。菲尔卡叠满还要等他，好再跳起来。菲尔卡现在多少？菲尔卡满了、啊，你看到亮的就满了。他跳了吗？不是，他等，他跳起来，下一关要用啊。三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但我们这已经可以带走他了，怕你一回合带走，对吧、啊？应该不会那么多天降吧？不，我觉得一回合带走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技能跳了吗？一回合带走，技能回合三回合跳了，我们因为伪王最好第一阶段你还有多久？开菲尔卡了，还有37哦，也是这样讲没错。对，啊，可是我们在这边洗技能真的超危险的。好，你就直接弄没关系，我刚好顺到可以。伪王第一阶段可以摸，是可以摸的。对，因为你没有新珠。对。那就用力转吧。哎、欸，没回到哎、欸，没关系啊。哦，文仲，哎、欸，文仲醒来了，文仲醒来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文仲醒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天降。现在就尽管加啦。聊天室跟起来，不要干。
神魔三本柱，感到看到过关的画面，果然是黑金甲。哎，这队其实吃食比较少哎，而且技术要求也还好吧，就是过了吧，就是刚刚那一关啊，那一关的问题啊，过了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、啊，我怀疑是你的问题。哎，真的跟了呢、啊，我怀疑是你的问题。这跟好啊，这跟好啊，这跟超超这跟的经典，这可以叠珠哎，这样好了，过了吧，该过了吧，该过了吧。Oh my gosh！ 最重要的，等一下、依然是。可以动我一下，好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关应该很稳。这边要怎么开？等一下，我们来试那个、可以看到全开吧？正常来说是全开啦，快点！我的意思是想说全开的，全开然后不开、那個，王一就可以洗啊。对，全开不开，可是很容易打死哈，王一很容易打死。对，很容易打死。那、你王二也可以洗啊，王二不能洗啊，王二不能洗，血量太多。王二我们可以用石头洗。全开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可不可以直接算伤害啊？我看一下。我不用算了吧，我觉得2000多万呢、那我们就直接靠意念那轰过去了、我觉得你这边光全开了，机师二技不要开了，机师二技是吗？对，不要，我们开孙权，孙权好像开错了，你应该先开孙权可以开，因为在王冠用不到，你先开孙权再开延禧才对吧？没差啊，你两个延禧都下去啊，这个也开，开啊。反正尾王这两个人，王一不会卡水珠吧？啊，不，那你不要开好了。反正你光按间距啊，又没差。哦，好，低光按间距。好，等一下要不要追打？啪啪啪，两件事趴起来，快点！要不要追打？什么？你说机制哦？因为机制尾王好像用不到。不要，尾王用不到啊。对，也是哦。对啊，好，来追一下，追一下，追打，追一下，我们追一下。可是他会追打水，然后嘞，王多少还是有点伤害。对了，好，那我们留着嘛，好吧？这样子应该够吧？2100耶。太冷了，我们相信文仲，好不好？聊天室，你确定哦？稳起来，文仲不要睡觉啊！我们帮忙稳一波啊！都这样了，你看我们许哥，文仲醒了，有，天降良主啊！砰砰砰，过了，哎呀，这个异伤啊，异啊，啪啪，哎，王冠了，轻松的一刻，轻轻打。前面那个地方、啊、先一 combo 嘛，我们是吃在哪一关？吃在那个也、好像也是同一关，是我们消，就是很靠北的那关。消一 combo 有点水，两、组应该 OK 啦。菲尔卡先叠，现在就叠吗？叠啊，叠啊！我看一下，你确定要那么早叠？因为你王冠第二阶段不能叠啊，不是等那个其他 CD 大概到那个再叠，大概三回合吧。行，那我们这边转两组星水珠，全消，整版全消。我现在转起来抖抖的，我看的也抖抖的啦。才一颗很好的啦。这边不用，先不用拍了。我觉得他快死了。多谁？我觉得王快死了。对啊，那样呢？就是菲尔卡不点上。不要，不要。文总，你可以说一下吗？我觉得该叠了。不行啊，叠了。问题是七 D 还没跳啊。那你要跳什么？你等一下要开什么？先不叠没关系，你没有要开的啦。啊，你听我讲，你没有开的啦，你听我讲，叠、真的吗？真的叠，好，两组，然后最好跟，我帮你跟一下，来，我们跟一下，跟一下，拜托，跟一下，不要，完了，他死了啊！不会，跟啊，哇，我这很容易死掉、我们应该等一下，我叫我们跳，还是直接来？我们直接来啊！直接开水源，然后一波带走。对啊，一定带着走。我跟你讲，你带，我们还有龙科怕什么？延禧，虚空重击，带龙科给我。哦，这是水果是不是？不是，龙斧。哦，刷起来！你家是刷什么的？刷六的还是刷七？还是我不管他们刷什么。刷。没有。那就一波趴跟一波七，各位，我们都可以试一下吗？你看能不能转三四组？四组。可以吧？这么简单啊！我看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可以给他烧。可以，我可以。这用叠的啊。我可以，可以。不，不用点。不用点，可以烧九下，可以烧九下。那就不用，那就不用怕了。刷，各位刷。这样有龙哥四组吗？没有四组。天降龙哥，给我啊 ！Conky， 这回合看你喽。最后一回合，那个文仲困起，
我也是傻眼啦、啊。这个关键，哇，有点危险，不会是根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哇，哎，电力不足，哇，伤害差太多，差太多了。你刚刚少转一组，不然，哇，啊，这是要怎弄？精华，哎呦，精华没捡嘞，还有一次进关呢，不然我们就进一次啊，来不及了、啊。可以进关了、啊，可以进关了、啊，进关就可以。可是这可以打死吧？这个打不死啊。嗯，费尔卡还在。我看一下，你叠呀、啊，用石头换是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开、欸，因为你只剩下费尔卡 2.5 倍跟文仲这样而已。妍希没有。我是觉得你至少吃两三颗、欸。两三颗、啊，对啊，差不多了吧？因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。哦，不然等下捷没有捷运了。好，那不然我们就没有捷运吃，吃到过吗？啊，吃到过啊。那、啊、你这边不要开文仲啊！对啊，不用开了。给他撞，给他杀 也没差吧？这边你一定会给他杀、啊。好了，欸、跳了，跳哎、欸，妍希跳了，再加文仲，还有骑士，打不死也跟了啦。我觉得，等一下哦、喔，那个叫什么？间距嘛，间距。来喽！哇，很拼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王哥换你。我吗？我是觉得最后你来啦，我来是不是？你来，你来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欸、有点希望哎、欸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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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快点趴起来，趴起来！我刚刚那个八哎、欸，三个达人，然后一个天降一大，三个达人趴起来。好了，要去做捷运。我们几十？两十，两十，两十，两十。嗯，一颗在倒满，一颗在这里。倒满那关真的太机车了，真的。倒满那关，我觉得能过都是奇迹啊！就是要运气啊！运气啊！对啊，你天降还要你要你运气要天降啊，自己还在做叠珠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个结尾吧。好，好，今天陪我们一起开台的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小许，我是小许哦，记得订阅一下。我是平白姓。对，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，就是觉得他们今天的直播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去订阅他们的频道以及按下小铃铛。然后，我是阿红，也别忘了按下订阅以及小铃铛。对，二次订阅。对，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对于这次的直播？水队这一次哦、喔，水队有点可惜啊。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想没有什么先想好剧本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即兴发挥 freestyle， 就想说今天不然就来打个挑战一下水队好了这样子。对，就没想到没有成功。没关系啊，但反正大家也是喜欢看我们死掉嘛，喜欢看我们吃石头，看得很开心，大家应该看得很爽哈。嗯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哦。好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合作这样子。好，记得了，拜拜。最后来个招牌动作，好啦好啦，来交给你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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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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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 O